美国长期以来都将中俄视作巨大威胁，不过就在最近却突然拨下巨资对抗莫斯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俄罗斯专家又认为美国的海上霸权终将被中俄结束呢？俄军事分析家、预备役海军上校瓦列里·丹德金据俄罗斯媒体消息报表示，俄军事分析家、预备役海军上校瓦列里·丹德金认为，美国海军在多功能攻击型核潜艇和水面作战潜艇上都领先世界，但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发展海军，很快将终结美国舰队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的霸权。据报道显示，丹德金对五角大楼公布的标明俄中海军活跃区域的地图发表了评论。这份文件是在编制美国军事预算的框架内公开的。丹德金说，美国海军有至少10个航母编队，即使有6至8个在役，也是相当有分量的因素。我还没算海军陆战队和众多导弹驱逐舰，后者是最好的多功能战舰之一。这位专家指出，只要有美国利益的地方，就有美国舰队的身影。无论是地中海、印度洋，还是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地区。据报道称，中国的水面舰艇数量世界第二，同时中国舰队正在大踏步前进，北京在打造大型水面舰队的速度方面位居第一。这位军事分析家强调，中国的驱逐舰可与美国媲美，甚至略胜一筹。中国人自主建造了第二艘航母，第三艘正在路上，还有过去只有美国才有的排水量50000吨级的2栖攻击舰。中国开始涉足传统上美国军舰所在的地区，中国军舰开进了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和地中海。收到潜艇的攻击力和核导弹力量，报道认为俄罗斯继美国之后排名第二。到2027年，俄海军第四代潜艇北风之神和北风之神 A 将成为俄罗斯水下核力量的中坚。丹德金指出，近年来俄海军开始探索大洋，踏上曾经踩过的路，甚至来到南非沿海的好望角水域。2019年11月，俄罗斯、南非和中国军舰在那里举行了联合演习。这位分析家说，显然俄海军加强了水面军舰和潜艇的活动强度，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因为军舰建造已经安排妥当。第一艘量产型22350型导弹护卫舰卡萨托诺夫海军元帅号即将入列，这些军舰会以每年一艘的速度加入军队。报道称，俄罗斯和中国舰队的活跃引起五角大楼的担心，但这不是其公布俄中海军活跃区域地图的主要原因。丹德金最后说，美国正在分配庞大的军事预算，按照惯例为发展海军拨付的资金最多，因为美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美海军是主要军种。据相关消息显示，在2月11日，美国发布了2020至2022年国家反情报战略。根据这份文件，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安全面临的头等威胁。华盛顿将为对抗莫斯科拨款7亿美元。中国军事实力在近些年来的飞速发展，无疑让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人务必头痛。而就在最近，有消息显示，美军将中俄两国海军的活动路线进行绘制后，形成了一个惊人的地图。到底怎么回事呢？
据美国网站《战争地带》2月10日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新绘制的中俄海军活动区域图显示了中俄海军巨大的活动范围，令美国担心。据悉，五角大楼公布的这张地图是俄罗斯和中国海军活动增加的地区以及主要海底电缆在世界各地的位置，这是其最近提出的2021财年预算要求的一部分。有分析人士称，这是在多年以来美国政府持续警告这些活动，特别是俄罗斯潜艇的活动，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以后，迄今为止提供的关于这些问题的最详尽的细节。就在上周，美国海军的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潜艇的出现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以至于美国海军不再将美国东海岸视为无冲突的地区，也不再将其视为有安全保证的避难所。美国军方在其134页的概述报告中发布了这个带注释的地图，并附有其2021财年预算提案。该地图是关于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描述的一部分，特别是关于所谓的大国竞争对手，例如俄罗斯和中国。特朗普政府在之前针对2018、2019或2020财政年度的预算要求时，没有在文档中包括任何类型的地图。该文件解释说，我们继续看到对海事系统依赖的增加，在过去的20年中，海事运输量增加了4倍，全球所有货物的 90% 依靠海运，而且新的贸易路线在向北方扩张。如今几乎整个互联网和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都是通过一个基本上不安全的海底电缆网络进行的。总的来说，海事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被更广泛的使用，比以往更有压力和竞争。尽管该地图没有说明其涵盖的时间段，或者在特定位置和时间必然会出现何种类的海军舰艇，但它确实确认了俄罗斯在美国东海部沿海附近有明显的海军活动。近年来，在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地区也有明显活动。它还显示了在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显著行动，该地区在战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根据地图，俄罗斯海军舰船还沿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过境航线畅通无阻，葡萄牙和西班牙沿海水域与美国东南部和加勒比海之间有一条主要路线，这并不奇怪，主要是在古巴周围，路线分支也从北大西洋到南美北部海岸，以及在非洲的几内亚湾和巴西的东北端之间。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其他地区的海上行动相比，俄罗斯在美国甚至在俄罗斯本国海岸附近的海军活动的相对密度也许是最令人惊讶的。从地图线条来看，中国在白令海峡西北部北极圈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北的楚科奇海中也活跃着。总体而言，这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规模和能力的爆炸性增长。美国海军的预算概况报告说，我们的全球竞争对手继续增加海军力量，他们正在扩大作战和相互合作的领域，我们只有增加更多的保护措施，以免受日益强大的海上对手的攻击，这些对手将对我们的经济安全乃至我们的生活方式提出挑战。